这日本赏花美食微旅行哦，这是我想的啦。咱饭店嘛是用安尼日子哦，安尼雄雄好起来。这个行销方案明明就是郑秀玉提出来。黄小鱼，你讲提迄张薯条面头前，我没讲啥。你怎么人啊？更少登上去哦。地点在倒？在阮饭店上高级的行政套房啊。敢讲俊生，伊是已经甲黄小鱼偷到第一间屋啊？高俊生，你去连头前的饭店。不管两人当初会赶快来富贵饭店，刚就是一群混蛋！彩贺啊！哇，这位就是阮丈母，姐姐。大哥，你要怎样？跟我等你到啊！别去，你家去。滚！滚！大哥，你别走！这摆附近啊，拢是警察，这摆你绝对走袂去啊！我听你的后面讲。警察都来啊，我会到来啊！记得订阅我们哟。